你知道乌特拉什么意思吗？黎明的意思。天亮了就好了。我们都赶到天亮了。共产党特工，那人应该是什么？十八号有个秘密行动，叫乌特拉。 宁可做傻不可放过。分开走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会分开。抓紧时间告别吧，活着的去找孩子。发现任何不对，马上走，只有这一次机会。我都没有跟他好好告别。出来！应该当他已经死了。 我这个身子出去也是废的，完成不了乌特拉行动了，不如废物利用，咱俩搏一个。给他打一针迷幻药，用二组引出一组。走啊！比现在，比任何人都有活下去的价值。天亮了就好了，我要你活着。 看到天亮。